呀，啊，奶奶，这个田螺用在满脸的，咱家就到的是。哦，咱不切了就行了。嗯。哎，叔公。啊，那中午的猪蹄还做吗？做啊，咱做个田螺焖猪脚，又可以说田螺，又可以吃猪脚，是不是很爽？哦、，very good， 我喜欢。太婆，隔夜的菜就不要他吃了吧。嘿，还有道理，有我分享。奶奶，这个鸭也抢着，你要不用你领来，咱赶紧炒肉去。 哎，我喝多了。啊，不够，行了，来调下水。嗯啊。 人生总是苦，好，再给它焖一会儿。哇，都好香嘞！焖了好久了，能吃了吗？嘿，那再焖一会儿，焖烂一点，奶奶更吃得够。啊，是。啊，都好奇怪。 哇，来，那鸡骨鸡汤都没给你。看来真是蛮冷。是啊，姑姑说要炖久一点了，你才吃得动。只这样一大把。